你俩有事找我啊？怎样，表姐找你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曾阳、桃花，对不起。哎，不是，为什么说对不起啊？姐前段时间也意识到，确实这样不对，太无理取闹了。嗯，本来你们也在刚刚在相处，在接触，姐还来到这一出，对不对？以前都是我一个人带娃，她经常哭，经常闹，然后遇到一个稍微有点条件的，我就感觉可能就摆脱了现在的生活嘛。我想着以后日子好过一点啊，就不择手段了，来那个打扰你们，然后让你们为难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对不起。昨天桃花的妈妈也跟我讲了，她就打电话跟我说，你们两个正在相处，我还这样做，然后我也清醒了，聊了一晚上，我也清醒了。那个男的，他我也会去给他讲清楚，他这个感情的事情，他同意就同意，不同意也没办法，反正我就说清楚了。这个孩子也是辛苦你们待这么久了，给他喂奶粉什么的，我看到你们去接奶那些，真的很对不起你。桃花也是真的，你们两个正在相处，我还那样做。没事，其实表姐没事，你知道，可能说呢你的错就行了，我们也不会怪你的。但是呢，我还是希望呢，表姐呢能够越来越好，能够看清所有的东西。以后呢也不要这样了，因为呢，毕竟我们俩在谈恋爱，确实呢也比较就是可能说，现在在努力的时刻，真的你这样一弄，我真的挺不开心的。但是你今天讲了这个话了，我们也应该感谢表姐，对吧？哎、好不好？应该我感谢你们、这个孩子我就带走了，因为。说多说少还是有点舍不得，也辛苦你们帮我带，熬夜每天带娃什么的，我自己带过，可能你们两个刚没有结过婚的，但这个肯定太为难你们了，真的对不起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没有，表姐。表姐不是。其实呢，说真的，孩子呢，这一段时间呢，跟我们也有感情了，知道吧？你的突然一下带走了，我还有点不自然。没事，那个表姐，长时间对吧？就反正你也在这边对吧？有空了就过来我们这里玩，好吧？然后呢，你最近有没有钱了？没有钱，我让财务拿一点钱给你，就是我给孩子的，就是买点东西，好吧？一会桃花呢到财务那里拿一点点对吧？拿个2000块钱算心意给孩子，好吧？这是我们给孩子的，不是给你的，好吧？那表姐，那个。那要不上去坐一会儿？哎，不用，你要先走了。这个东西早点说好，因为还有感情的事情要处理，早点解决，早点做好，对不对？行。要先走了。可以可以。那表姐慢一点。好，再见。哎呀，这，拜拜，小惊喜。这突然一下还有点不自然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表姐呢，这样讲呢也是对的，知道吧？她也知道她，对吧？就像你昨天你老妈给她聊了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呢，也不想给我们添麻烦，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就上去吧，行吧，走吧，等一下呢，你给表姐拿过去，好吧，好吧。